前后检举，辖内光复南路一带有赌博场所。经过探访，搜证在6月18号晚上10点多持台北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执行查缉，当场查获到蔡姓现场负责人、荷官3人、工作人员4人以及赌客16人，总计24人。现场并查获了抽头金计营业额63万余元、记账本4本。 检钞机2台，监视器镜头31个，以及桌面的筹码80万余元等证物。全案将蔡姓现场负责人、荷官及工作人员依涉嫌刑法赌博罪嫌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。另外，赖姓赌客等16人，则依社会秩序违法进行裁处。